只要秉持客观公正立场，都不难看出，最近针对中国特定企业和个人的行为，根本不是什么单纯的司法案件，而是蓄意的政治打压。对此，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，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，这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。同时，我们也支持相关企业和个人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，不当沉默的羔羊。公道自在人心，正义终将到来。我们今天要维护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权益，而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正当的发展权利，更是世界上所有希望提高自身科技发展水平国家的应有的权利。所以啊，我们希望各方都能够遵守规则，摒弃偏见，我们共同来为各国的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我们共同来为各国人士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交往的环境。